民众挤在门口等待拍卖会场开门，工作人员倒数。 拉开红龙，人群瞬间涌入场馆，但到底是什么商品吸引大批人潮来抢购？购物篮花车上面摆放各种尺寸不同款式，贴身衣物、内衣内裤，六件内裤特价二九九，原价超过两千元，等于现在一折就能够入手。内裤，为什么？哎，最便宜，最便宜，最划算，每天都来，八四百多块一件嘛，现在一件5块嘛。人手满满一袋，身后都是战利品。最近不少业者因为解封来抢疫后商机。 彰化园林也有一家知名内衣厂拍卖会，本来准备了10万件内衣，没想到才试卖半天，就热卖3万件。紧急再调度5万件，特别推出这个168福袋，这个是每年哦，我们在开幕的当天8点半会限量发售，所以现在现场也已经非常多的人来排队，因为这样子一包168的福袋里面价值超过2500元。提早来排是值得的。对啊，值得啊。你花多少钱？1.8而已啊。 算的，限时开卖3天，吸引不少人来抢好康。除了内衣内裤划算之外，天气转凉，防寒的内搭裤跟衣物也很热销。因为它不止保暖刷毛，本来一件破千元，特卖会3件399，等于以前买一件，现在能买10件，也让民众买来提前帮自己过冬御寒。TVBS新闻陈忠理财彰化采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